同仁同学们，我想今天又是我们年度例行的我们图书处所举办的英文夜联合活动。那今年我们也遵循了很多的这些系列，最重要的就是借由这个活动，让我们老师跟同学们，包括我们社区，来了解到怎么来利用我们图书里面所有的软硬体的设备，